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Fresh 傅雷斯的品牌大使龚俊，欢迎。哇哦，欢迎龚俊。跟大家先问个好。Hello 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Fresh 的傅雷斯的品牌大使龚俊，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 Fresh 再度合作啊，我也算是 Fresh 的老面孔了。嗯，真的，而且我看到龚俊今天这身打扮，真的就是 Fresh 两个字写在脸上。对对对对 ，Fresh 咱们品牌嘛，就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一个品牌，安全又高效。嗯，我得穿得干干净净一点呀。哎，今天是不是很像校园里的校草那种感觉哈、啊？学长，很帅的学长，今天谢谢谢谢，很就有很夏天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穿得干干净净嘛。嗯，对。最近在忙什么？也跟现场的关注你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分享一下近况。我最近呢正在厦门拍摄新戏，对，演的是一名心理咨询师，对，是一部悬疑剧。哇，心理咨询师，他有这个大自然实验室吗？那倒是没有，他没有心理，他是心理的实验室哈。对对对，哇，很期待这个角色，而且这次我们很棒的是来到了上海，俊俊跟上海很有缘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之前大学就是在上海读的，对对对，非常有缘分，在上海有生活五年吧。嗯，因为龚俊真的太受欢迎，以至于啊，像芜湖啊、四川都在抢他，大家都想要跟他有多多的互动。那今天上海，我们也要为上海真真这个真真福利啊，上海的朋友也很喜欢龚俊，当然了，而且刚刚也讲，在这生活了五年。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在上海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因为我学校是在延安西路、中山西路那块，有很多好吃的，大家可以去打打卡。推荐几个上海你爱吃的好吃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在上海，我其实最爱吃的是一个叫，我打广告了吧？这个不讲品牌，讲哪个东西啊？猪肚鸡。猪骨鸡，猪肚鸡，猪肚鸡。但是那家店好像只有上海有，北京好像只有一家啊。那个很好吃，猪肚鸡。我不打广告了，哎呀啊，大家可以跑题了，待会私底下跟大家分享。哎，有点跑题了，我们回来。跑题了，跑题了。确实，因为龚俊这段时间工作非常忙，我知道昨天也是凌晨飞到上海。是，昨天我们才一起主持。对，从飞到上海，但是今天他起了一个大早，就去到我们的 Wild Lab 大自然实验室打卡，对不对？分享一下。对对对对，今天早上。哎，我刚去了大自然实验室，哎，进去之后其实非常新鲜，因为咱们 Fresh 的品牌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嘛，然后纯天然，天然的，安全又高效，然后配合咱们的 Molly， 带来一种非常有 Fresh 新鲜感的一种面孔，结合起来就感觉像是在童话里面一样，在里面拍照。大家有时间的在上海同学可以去多多打卡支持 Fresh， 支持茉莉。哎，去打卡龚俊同款的这个大自然实验室，而且是不是也建议大家穿得像你一样，就是干干净净去拍照会更好看啊？这个没有关系了，大家想开心穿什么，开心穿什么就是什么哈。对对对。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繁忙的工作节奏当中，我觉得龚俊真的，大家今天现场是有福气了，这100米的距离，近距离观看，这皮肤状态真的是超好的。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？也是不谦虚哈、啊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啊，我昨天晚上就用了咱们 Fresh 的，这个挺高端的产品。刚刚 Stella 也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分享了那个古源白钻松露面膜。哇，厉害了！我记得很清楚的啊。哎，我知道龚俊对敷面膜是很谨慎的。是，我一般重要场合才会敷。我会分场合敷面膜的这个价格。我昨天就敷了 Fresh 的重磅顶级产品古源白钻松露面膜。大家打开天猫看一下，就知道这个面膜有多么的重磅和贵。是的，而且刚才老师 Stella 老师也说了，他那个材料是这个白松露，大家也都知道，白松露非常的贵，非常的稀有，对不对？非常稀有。确实，因为它的这个稀有程度比黑松露还要稀有10倍，所以真的能够把它找到，在这个意大利特别去找到它，然后把它放到每一罐我们的这个白松露面膜当中。是的是的是的啊、除了这个产品我还用了咱们那个红茶酵母精华液。真的，什么感觉？红茶酵母精华液你知道吗？它可以就像我们这种年轻啊，我也不年轻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年轻、今天来了 Fresh 的就年轻，用了 Fresh 的都年轻。对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，它可以抗蓝光啊，抗蓝光有多么重要？大家玩手机、玩电脑的时候哈、就有蓝光的污染，它可以帮我们
隔离阻断这种污染、啊、是的，非常的安全又高效。哇，室内的光室外的光都能够帮我们做阻断，是的，真的太专业了。而且我觉得龚俊跟我们 Fresh 有这样深度的合作，有一个好处就是以后用 Fresh 面膜你应该可以放心用，就是任何场合见任何朋友都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就是给我谢谢 Fresh 送了我好多，对不对？就不用再去，因为龚俊特别 Stella 不知道 Andrew 不知道知不知道啊？龚俊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、很努力赚钱的快乐的打工人，所以他每次用到一些特别自己珍惜的产品的时候，他会重要场合才用。但我相信有了 Fresh 的支持和陪伴，所有场合每一场戏都可以用我们的 Fresh， 是再也不用担心了。对，推荐大家也多用用。太好了，谢谢龚俊的分享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我们在讲这个快闪店，自己其实对盲盒有什么样的兴趣和爱好？哎呀，其实说实话，我这个人平时不太爱玩这种盲盒或者是夹娃娃，但是我今天去体验了一下，哎、嗯，抽爱上了，没有什么感觉，抽了一次，抽了一个那个工牌，哦、嗯，那个挺可爱的，就是 Fresh 和茉莉合作的那个，很可爱，一个蓝色的，我也喜欢蓝色。嗯，待会儿我们现场会给你玩更多好玩的，我们先来玩一个快问快答，好不好？快问快答，这个应该难不倒你啊。好。但是在大家的一起这个围观下，看看你的反应还能不能那么快啊？来，我们接下来开启快问快答的小游戏，一起来看看这些在我们的网上提前在我们的 Fresh 的官网上征集的粉丝们想要问俊俊的问题，请看第一题。要抓紧时间哦。更喜欢古装还是现代装？古装和现代装我都喜欢。那你觉得龚俊的古装和现代装哪个更帅？哪个更帅？都帅。我这个回答我不能断了我的财路啊，是不是？戏路不能断哈，两种戏都要接哈。来，请问龚老师第一次团建的表演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不瞒大家说，我现在正在紧张的这个，马上要办《陈情令》那个《山河令》的演唱会，而且那首歌哈真的太难了，天分太高了。嗯、是。刘宇宁老师唱的，我这太高，唱不上。好好准备，尽量吧，只能。好，下一题，请说出 Fresh 傅雷诗有昵称的三件单品。这个有点难，紧身衣面膜。紧身衣面膜。这个还有一个修女面霜，这款明星产品。还有什么？白松露面膜。回答正确。再请问 Fresh 傅雷诗产品当中的三种天然成分。哎，刚才都提到了，那就有白松露。我之前大学的时候用过一款非常好用的面膜，叫里面有那个大马士革玫瑰。哇哦，厉害。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红茶酵母精粹。红茶酵母精粹，厉害。下一题，请问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开心？哎呀，赚钱能不开心吗？赚钱当然开心啦。是不是取财有道哈，通过自己努力来赚钱哈。下一题，请问接下来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想挑战反派，我没有演过反派的，为什么剧方不给我安排一点反派？哪种反派？比如说坏人，就是前期哈就感觉啊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好人，到了后期有个大反转，今天反好非常有反转的坏人、啊、下一题，请问会用什么方式来放松心情？哎呀，我有时候可能心情不太好的时候，就比较喜欢出去自驾游，跟家人，跟我的大学同学。我去过很多地方了啊，自驾游挺开心的、嗯、我就喜欢开车跟朋友一起去玩。是。最后一题，请问龚俊日常是怎么来保养自己的皮肤的？哦，哎呀，大家看到我最近皮肤这么好，当然离不开我们的主题了。我最近一直用 Fresh 的产品。Fresh 的产品让自己的皮肤永远能够 Fresh。对对，保持新鲜。厉害了，谢谢龚俊。谢谢。快问快答。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流利、嗯、包括对我们 Fresh 的每一个产品单品都了解得很透彻哈、啊、对对对，因为好用呀。那我们这么快乐的快问快答，接下来给大家也送个福利好不好？送福利。很多在天猫直播间的网友们，我们给大家来一个限定好礼的抽奖，好吧？ Okay,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手机送手。这个环节大家在我们屏幕上来打上我们的关键词 Fresh 龚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请龚俊来帮我们倒数321截屏，然后截到屏幕当中，我们抽取、哎、这轮我们抽三位，好，好不好？就我自己截呗，可以吗？就不用321了呗，好，你自己截，一只手不就能，一只手就可以截。好，321截，截了。哇塞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先保存一下，帮我们。看这只有两个名字，这不行。那我们就给这两位好了，好这里给两位、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截屏，好，来了，来，我们念一下两位。
粉丝的 ID 啊，淼淼丫丫，淼淼丫丫，恭喜！俊俊子，恭喜发大财！来，我们也给镜头看一下，辛苦！也祝你恭喜发大财，很懂你哈，俊俊子，恭喜发大财！不是有三位吗？那再截一个好不好？对啊，真的是很严谨的一个再截一位，再截一位品牌大使，再截一位，再截一位，嗯 ，H O O D I E， 好，也给我们屏幕看一下 ，H O O H O， 你很厉害，单手截的那么顺。手来，给镜头看一下。HODIE， 恭喜，好，发财，好，恭喜以上三位，谢谢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手机收好。以上三位可以联系我们的天猫的客服，我们 Flash 会把好礼送给你。嗯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工具来玩的就是抽盲盒的游戏了。哦，好，想不想现场玩抽盲盒？哪里？哦，抽什么？哪里？你是不是觉得会给盲盒端过来？今天我们玩一个更酷的。哦，电子盲盒。电子盲盒，对，我们要在这个电子屏幕上抽盲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请工作人员给个特效，哇！哎，我自己点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用手去点就可以了，可不可爱？我骗你的，是你来喊停，然后哦，不好意思，深深的道歉，一会儿你喊停，然后我们的盲盒会打开，好不好？我们抽四个盲盒，好、okay. ，可以吗？好好好，被主持人套路了，真的，主持人太坏了。来，我们请屏幕滚动起来，俊俊来喊停。来，三二一，停，停，停。好，哦，来了，停。看看第一个盲盒打开是什么？哦、每个盲盒都有任务哦。茉莉，现场模仿茉莉的标志性表情。哎呦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早上我已经模仿了。真的吗？来，我帮你拿下麦克风，这样大家能够看到帅气的脸庞。哎呀，你要离他近一点，这样再来一个。来，谁更可爱？他为什么还要嘟嘴啊？对，他嘴巴是嘟嘟的那个表情哈。好，这第一个盲盒 OK， 来下一个，停停，就这个哦。哎哎，只有用。哎，我发现，看第二个盲盒是什么，分享自己的日常护肤流程。我刚才已经说了嘛，我最近、就是、我们往前一点哈。哦，对对对，最近也是说了，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这个面膜是这个古源白钻松露面膜、对，用完之后呢，我还会用这个红茶，红茶酵母精华液，我刚才都说了，哎，其实我是，但是，我在拍戏现场啊，还有两款非常好的，还有 fresh 产品、一个是我的 fresh 的护手霜，啊，还有一个是那个薄荷味的那个唇膏，非常好用。哇塞，真的是好厉害！而且《山河令》里边特别棒的温客行这个角色，他有一个美誉叫做变脸大师。是的，因为他经常会有时候，大家看过应该就知道，有时候是很怎么讲那个词？你怎么形容？两种表情，你会怎么形容？就是看面对，一个是很狠的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然后就像，就是温客行变脸，就像咱们的修女面霜，它可以两用。哎，你这都可以很自然的植入，怎么讲呢？怎么修女面霜怎么两用？它可以薄涂，也可以厚敷。厚敷就有点像面膜，薄涂呢，它就是薄薄的一层。对，太厉害了！是不仅修女面霜，我们的古源白钻松露面膜，大家也可以像俊俊说的一样哈，厚涂当这个隔夜的面霜都不用洗，直接睡。是。然后薄涂就当自己的面霜在脸上，日常可以来护。太厉害，给你点赞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盲盒。不知道盲盒里面有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个任务？来，我们看这个任务是什么？好，请作为 Fresh 傅雷诗的品牌大使，为大家哦安利一个你最棒的一个安利一个，分享一个。就如果现在让你到沙漠去待一个月，你只能带一个走。一个，你像哈，那我就肯定要推荐一下修女面霜了，因为它可以两用呀，又可以当面膜，又可以日常当面霜用，那不挺好用吗？可以两用的 Fresh 的是是产品哈。啊，对，一双两用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盲盒会是什么？停。哎，从这里出来，你们事先设计好的。道具老师故意了啊，这个盲盒有诈。写好了。哎呀，果然有诈。现场唱一首歌送给大家吧。我不唱这个好是不是？这边有龚俊的歌迷是吗？龚俊的歌迷请挥挥手。哇哇，这么多歌迷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往前一点点，又在这套路我。真的，我不唱。你们不唱不唱，这我觉得大家不要经常赶客，赶客对吧？大家待会儿都不赶客，不赶，怎么会赶客？不行，都你的歌迷，这台下还有这么多
这么多老师呢？啊，别你给我留点面子。留点，我也觉得确实是因为龚俊很多这个很可爱的视频出圈之后，大家都会经常想期待龚俊现场唱歌，包括我也是龚俊的歌迷，但是真的老 Q 不太好，因为无缘无故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们 Fresh 是1991年开始诞生，到今天几年了？1991到2021，算数怎么样？宝贝，三十年，数学不大好，歌技了得，数学不大好，三十年了，三十年是不是很了不起？主要是刚才那个唱歌的问题吧，把我问的头有点懵，真的有点懵，三十年的这个岁月，三十年了，那你要不要？下次不会回答错误。那你要不要给 Fresh 唱一个生日快乐歌？怎么又把我套路了？一句生日快乐歌可以吗？啊，生日啊，祝 Fresh 生日快乐！好了，谢谢哇，我任务完成了。哎，真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龚俊带给我们的快乐，无论是在剧中的角色，还是生活当中的聊天啊、日常啊，甚至他的歌声，都给大家快乐。其实也是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每天快乐，无论你在每个工作场合还是生活场合，都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。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Fresh 品牌大使。好，谢谢龚俊，太棒了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我们今天一个，留步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，一定要你参与哈。我们接下来要请龚俊和我们的贵宾们一起。进行我们今天 Fresh 傅雷斯和泡泡玛特 Molly 共同的启动仪式，让我们掌声欢迎 LVMH 的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Andrew Wu 先生， Fresh 傅雷斯中国区品牌总经理 Stella 叶女士，以及泡泡玛特副总裁兼 COO 斯德先生共同上台，有请三位和我们的龚俊一起。好，谢谢工作人员。来，俊俊站在盒子边上哈，然后我们要进行的开盒仪式也是打开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的 Fresh 和泡泡玛特共同为大家打造的 Wild Lab 大自然实验室的开幕，一起来，待会儿我数321，请我们的嘉宾一起把这个盒盖这样打开哈，往后打开，好。Stella 只要帮忙一下就好了，我相信三位男士应该力气够大了哈。来，我们请全场一起帮我们倒数3、2、1，开启 Fresh 傅雷斯和泡泡玛特的 Wild Lab 大自然实验室，掌声欢迎我们的 Molly 来到我们的发布会。哇，可爱可爱。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，4月23号到7月31号的时间，都可以去我们新天地的现场打卡我们的大自然实验室。接下来就请我们四位来宾和 Molly 一起合影，看向前方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们的 Molly， 像我们的龚俊一样，永远保持快乐年轻的状态，每天都有一个 fresh start， 在我们 fresh 和 Molly 的陪伴下，每天都新鲜快乐。感谢，谢谢四位。好，请四位落座休息一下，也请我们工作人员，我们就把他留在台上吧。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的陪伴，然后一起见证了我们 Fresh 傅雷斯和我们泡泡玛特的这一次共同打造的 Wild Lab 大自然实验室。